就魚丸啦，紫色衫褲襪嘅咧就係快速通巴布利咧，一彈咧彈翻嚟，哇！卡加洛夫殺得勝起啊，射得好靚添啊呢個波，哇！估唔到卡加洛夫咧谷上嚟一射咧射得咁靚，咁啊但係咧啊呢個咧魚丸嘅守門員啊德保洛夫咧亦都身手敏捷啦，雙手咧撲咗佢嘅波出底線啦，睇下卡加洛夫好勁啊呢個波貼住柱邊噶，啊德保洛夫亦都醒啊，咁啊輸個角球啦。啊！無功而退之下咧，就輪到咧光頭仔啊馬田咧攞另一個波，替魚丸策動攻勢，踩個直線咧喂過嚟呢邊，好嘢啊！你阿侯州啊，咁點啊？再俾佢嚟左手邊，蔣世豪嘅左腳勁射咧，又俾咧就係李安立咧撲出，紅珠射呢個波咧幾靚啊，又係幾靚啊，唔錯噶。嗱呢個波咧係。帕堅斯咧俾得幾靚啊！炸低射，其實咧拉俾左邊咧俾紅珠射，咪亦係李安立咧拍出咗呢個波。我睇遠啦，國球又點啦？壓開開入嚟，李安立不擋，要出界喎！快啲快啲啊！奧沙拱橫咗先，拱過咗阿光頭仔馬田，啲人踢出，但係落翻嚟遠球員嘅腳啊！斯洛文俊咧流流埋呢邊，郭宇雄咧彈過嚟七點，好嚟馬田呢曬全中省咗人再傳過啊！再傳過亦都係省到人，第三次得啦啩！哎呀，李安立都雙錘咧擠出咗呢個波，哎呀，呢人射得好冇好，完全咧係射唔中目標啊！呢個波啊，好啦，好嘢啊！阿天師咧同呢個卡加洛夫兩個咧對舉手，好啦，光頭仔又嚟咯，拉上又自己射，咁地波啦，遠傳，拉得前頭啊！呢個波出界，打得幾活躍喎，光頭仔喎，馬田喎。再一次慢鏡看他立在角度較細的位置，在左腳按回遠處，可惜是射不中。魚丸自從加入了幾個新球員，包括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馬田、米活、帕堅斯之後演出完全不同。好了，姜榮耀今天打清老夫，立即將我包出來。近幾場姜榮耀打清老夫，反而梁瑞榮就坐在場邊專心做教練。好了，巴貝利開角球一尺埋嚟睇睇呢個波，德布洛夫咧出唔到啊！一個波俾人自己頂住喺後邊，但係再吹上嚟又漏咗。哎呀！呢個波黃偉德咧走啊掛空門啦，白堅斯咧翻嚟咧係將個波係解圍啊！哇！呢個咧爭啲咧係入波啊，跟住再飛落嚟冇啦，德布洛夫咧走出嚟接到啦，因為個波咧德布洛夫走咗後邊啊，冇辦法走翻上前面咧打手槌。好啦，睇翻呢啲攻勢先，咁啊奧法咧想追，咁但係追唔到啊！呢個波咧白堅斯好嘢啊，唔單止瞻前，仲顧後啊！呢個波咧，德布洛夫咧就走失咗位嘅啦，好咗白堅斯咧出嚟啫。嗱，你睇呢個波，跟住德布洛夫追翻上前面，呢個波又唔啱喎。啊，黃偉德咧立即咧鬥埋你啊，有你冇你嗱，啱啱好咧，哇！白堅斯衝埋你啊，仲撞開咗咧鍾健熙添啊。呢個波咧要讚讚呢個白堅斯啊，真係哇！姜榮耀咧殺得勝起啦，一腳長傳，呢個波咧耷耷翻轉頭，睇下邊個到先，冇咗啦，原來咧就係呢個四號嘅掌啊，八號嘅掌勢嚟啊，跟住嚟一個勁射。咁啊，掌手咧就左腳咧係相當之勁啊！咁佢咧射波係左腳好過右腳。咁呢個波咧快都冇球員啊，一路推埋咧冇球員咧出嚟截佢啊！即係偉仔咧係跟埋嚟，咁啊其他細鬼啊黃偉德啲都喺度褪緊，就俾佢起腳。咁你話啱啱好咧就係唔中龍門嘅啫。咁啊今季咧係阿豪豬表現咧的確唔錯。嗱呢邊咧就係阿梁庭啊、漢堡區等等咧就係魚丸嘅高層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細鬼有機會啦。呢個波哇好靚啊！細鬼呢個波，不過咧德布洛夫救得。仲靚啊！真係咧，攝鐵手咁啊，完全將個波咧喺鬧鬧住，擒落地下，完全咧冇甩手。咁啊，細鬼就諗緊啦，點解佢接得咁靚咧？嗱，呢條波咧啱啱咧就正細鬼嘅右腳，冇人掹啊，正啦，射啦，好勁啊！呢個波，嗱，睇睇，完全一接接實，一彈彈立即係救翻。咁啊，多咗個好龍門咧，的確咧係後防穩健好多啊！好啦，今次咧又嚟一次嘅攻勢啦，睇睇神呢條波避過咗，跟住一托，哇！又係德布洛夫近射一樣咧係搞掂，奧法再射彈中人咧係出界，呢條波咧即係角球啊！呢一輪咧快攻攻就相當之強勁啊！呢、這個德保洛夫咧連翻咧係救出險球啊，否則的話魚丸咧可能輸咗波添啦。睇慢鏡啊啦，楊希智偷到波，掃把腳趟遠處，俾佢睇到個波球來勢咧又拍出。好啦，奧化一彈彈埋嚟巴貝利，巴貝利咧俾前科士打，想話俾翻咧巴貝利嘅勢力嗰頭啦呢個波，逼曬豪豬啊！掌勢咧彈咧彈喺前面，郭宇雄咧俾翻佢。踩佢直線咧，喂埋嚟中間點啊？哎呀，拍天師咧，冇來冇去，即係冇咗個空位咧，起腳射喎，但係又逃唔過李安立，又俾李安立咧拍咗。
呢場波雙方嘅守門員咧好好啊，打得好有水準啊，可以話咧大家都有可能嘅輸波嘅。嗱，睇下呢個麥堅斯扣來扣去，足之俾佢扣到嗰個空位咧，起到左腳咧係射門。好啦，下半場嘅賽事啦，巴布里咧俾佢呢邊。哎呀，呢個冇法漏油添啦，追唔追得翻？哎，佢攞翻出嚟又有翻。好啦，偉仔。啊！呢、這個波咁樣留咗巴貝利一射又中未彈出，唔夠雲啦巴貝利。咁啊跟住咧呢個奧沙咧標前啊想啊頭槌攻門咧又頂歪咗，巴貝利唔夠雲啦呢、這個波竟然間咧散中住啊嗱睇睇啦，偉仔嗱咁佢一彈嘅時候咧就彈到對方啦，仲喺翻佢面前即刻轉身就狂抽啦，點知係抽中門未彈低就唔入。哎，光頭仔馬田好嘢喎，避過咗奧沙。跟住咧，再想話去啊，去咧過唔去咧？第二個啦，啲細鬼咧偷到佢嘅波，跟住咧鬧埋嚟中間。楊希智一比二方士打個回傳俾翻楊希智，個左過嚟呢邊啊，益曬巴布利啊，反彈都唔知啊，巴布利呢個波真係反彈都唔知啊。楊希智咧就自己係搞唔掂個波嘅，困下咧就困咗對方嘅身體咧就彈咗過嚟俾巴布利噶啦。睇睇楊希智啊，一比啦嗱，咁啊方士打你呢個撞牆咯喎，一鬥。撞到姜榮耀隻腳咧，係彈過嚟俾巴布利心口浪低咧，咁樣抽入。咁啊，快通咧就係憑住呢個入球咧，一比零咧係擊敗怡園。另一場甲組嘅聯賽就南華對流浪呢場比賽咧，有1800多個觀眾咧入場睇波噶。咁啊，打呢場賽事之前咧，快通係排頭噶，咁啊，開波之後嘅五分鐘咧，好似我睇南華咧，首先打開咗紀錄啦。對於佢哋爭取三分，同埋咧喺呢場比賽咧爭取咧係更佳嘅入球啊，係好有幫助。另外一次嘅角球開出咧，漏曬遠處咧，俾咧係落盧域咧，好簡單咁用個掃把腳咧就撞入咗2-0。執法球證咧就林漢松。個球開出咧，喺近處嘅歐偉倫咧，亦都特登漏過啊！咁造成後面有4以上嘅流浪嘅守衞咧，完全咧就係反應唔切，俾咧洛盧域咧就係執死雞入咗噶。咁啊，姚學文咧喺上半場亦都有呢次嘅佳作喎，但係佢哋嘅射門咧，佢嘅射門就俾咧威拿亦都係咧係飛身啊撲出咗嘅。威拿如果咧係呢個波唔醒嘅話咧，應該就會會係失手噶。但是後來咧，威拿有一次自己起步咧向前走啊，嗰個動作之中自己咧係扭傷咗右腳嘅腳眼，咁所以咧要用咧喺省港杯第二回合出場嘅陸家榮咧係入替嘅。咁啊，南華呢次嘅頭槌攻門咧係俾加夫里係救出咗啦。咁啊，鄭少忠咧已經接近咧可以復出嘅階段啦。咁相信咧會喺下一場嘅賽事咧係會復出嘅。下半場歐偉倫咧呢個半單刀機會睇下如何先。佢係攤凍嚟食啊，透過然後再射，咁但係咧佢選擇錯誤啊，選擇個角度咧射翻近處，冇辦法增添紀錄。鄧主成啊，今年咧亦都係流浪嘅教練，令到咧球隊咧暫時喺聯賽榜排第3噶。咁啊，再有一次嘅南華嘅突擊出現咧，山道士妙傳俾歐偉倫啊頂入啊，3-0。咁啊，完場之前咧，其實南華咧亦都繼續咧係冇手軟到噶。入球的機會咧，亦都再有啊！好似呢一個咧，亦跟歐偉倫咧中柱啊彈出唔入噶。但係最後咧，南華亦都順利取得3分嘅積分。咁啊，經過幾場嘅賽事咧，聯賽嘅形勢咧，南華咧比費玉通多打一場，咁啊以3分係領先噶。咁而費玉通排第2，流浪第3，普爾通第4，升到第5。咁啊，李寶倫。